长，今天掌握工具的状况怎么样？那目前我们派了多少的军机舰？目前今天早上去开会的状况如何？我想我们会适切的这一个应验，这样。听说你今天早上七点半就已经去掌握了。我们成立应变中心，我有进去应变中心。有排除要进入到横山指挥所吗？因为我们在国防部本身就有应变中心的成立，所以我本身就有进去应变中心的。那之后我再去开行政院会，然后等等。那我想他们随时会跟我通报最新的情况，那我们会妥善的应应，好吧？好，谢谢。部长。